浪漫的素食午餐啊。谁比较饿？澳洲第一顿假赛，那是你好不好？哒啦，午餐喽，第二道菜。厨房阿姨在分菜，空房喏，各行哇，咖喱各行，咖喱赖死，咖喱赖死。
路边的野狐。好有趣哦！好久没玩了，好好好。哎，有吗？有啊。你看，一直回头，然后一直回头，好可爱。红酒杯在等红茶牛奶，小奶奶，哎呦，女仆，哎，你直接倒下去哦。对啊，万一这样不会很热？好，这样才会全部热啊！万一红茶热，再加冰牛奶，不就变成全部变成温的奶茶？长姑妈，你知道谁是长姑妈吗？长青。大长裙，大长头，嗯，毛病，快点加糖，瘦瘦，哦 ，cheap 啦，那 cheap milk，cheap tea，cheap milk tea。